此刻，你们的小师妹小龙女来了。小龙女先把剑放在桌上。 为师也有礼物要送给你们。下山之前，再重温一遍《我派心经》吧。大声的念出来。开始。粉红墙上画凤凰，红凤凰，黄凤凰。 红粉凤凰，粉红凤凰，花粉花凤凰，红粉凤凰，粉红凤凰，花粉花凤凰，枝枝化成活凤凰，枝枝化成活凤凰。下山之前，大声的把心经朗读出来。好，好，好，是好。好。 前方高能！粉红床上，粉红床上，粉红墙上，粉红墙上画凤凰，红凤凰，黄凤凰，红粉凤凰，粉红凤凰，发粉凤凰。 子化成破凤凰，小龙女知不知道？知道。心经错一个字，就会走火入魔。是的。你跟师傅解释一下。好。什么叫发粉发凤凰？师傅是这么教的吗？不是。小龙女。 大声的念出心经。好的，师傅。红粉凤凰，粉红凤凰。红粉凤，红粉凤，红粉凤凰，粉红凤凰，花粉花凤凰，枝枝化成活凤凰。花粉花凤凰，枝枝化成活凤凰。对吧？不错了。